曾经有一个女生，她30多岁，她常常会有眩晕、头痛的问题。那她想说，头痛可能俺公那棍胸，俺棍那胸，胸安，胸麦克按松一点。结果后来俺棍那棍胸安好，结果后来就去所谓的国术馆啊，也可能国术馆对，就这个就很猛了，他们力道很大。现在的国术馆是合法的吗？目前只要你没有提到医疗行为，目前政府法规都可以做。原本在去年前年是规范是只有盲人可以做，那因为违宪，所以现在变成盲人都可以做。所以有一些人就戴个眼镜啊，对，假盲，你也看不到我是盲还假盲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目前没有这方面证照的考试啊，就算是民俗条例这一块，所以他不要讲到疗效就可以做这样子的。可是我也曾经去过这种国术，哎，我怎么去这么多？去过像这种国术馆哦，他把你按的力道很重哦，他不只是有帮你按、帮你推、帮你拿、帮你穴道、帮你揉捏，趴下来，他站到你身上去啊，上面还有铁架撑住，用力的往死里踹、踹、再踹，然后你就骨头都快要断掉了。那你觉得真的有比较舒服吗？我真的当时很痛。真的有比较有痛吗？之后呢？你好一点了吗？我都会被告知说，啊，那得差不多啊，你后摆过来，我再给我开用来，然后就可以再进阶，在下一个阶段。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哦，好惊吓，他那个力道很使劲，用脚后跟在你背上受伤，我觉得好危险哦。真的还好没有受伤，对不对？当下没有受伤，但我想我真的是颇为勇敢。阿薇姐，勇敢不要太冒险哈。500，我Bobby，你可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听到的情况就是曾经有一个人去所谓的国术馆，他那种18般武艺都出来，他先用铁链子帮你绑着，在练功啊。固定你啊，然后呢，再把你的脚跟手都固定住，让你趴着，然后呢，干嘛？对，很奇怪，然后就拿那个铁棒去按他的穴道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人，他为什么要绑住啊？怕你，就怕你，可能怕你移动或怎样。然后后来这个被按的人就一直喊我很痛，他说痛的丢啊，然后痛的丢啊，痛的丢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就一直坐上去之后呢。出状况了，他后来是腰椎不晓第几节断掉了，哦，他是下半身太可怕了，对对对，然后后来就出来，因为他并不是医生，他就是所谓的养生馆，后来就他们告了一年之后，最后是要判赔这个只有好像200多万。啊，就蛮少，就是说实在，你瘫痪200多万怎么够呢？不够啊，对。然后，所以它是养生馆。观众朋友，我们要去做任何按摩或推拿的时候，一定要了解。而且，我觉得有几个部位哦，不要给人家按。没错，我觉得后颈这边，对，动脉这边不要给人家按。最紧的就是后颈这里哦，很多去就是我阿妈给你就按呢，要放松的就是后颈。可是还有很，你不要说按摩，还有一种，你有没有去洗头的时候，洗头中风，对对对，还会帮你，对，哦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我都说你不要去乱弄我的头，对，我说你只要按头皮就好了，对，那也是另一种按摩，而且是附赠的。你如果出了事情，但是我又没收你钱，哦，那算谁的？可怕哈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说，如果正统的这个推拿的哈，一般的疗效会是什么？哈，推拿的疗效来，我们请罗医师来跟我们说一下啊。好的，看到大家那么的喜欢强刺激哦，赶快用解释为什么你们都觉得强刺激是好的哈。其实在现代医学都有研究过强。刺激为什么大家觉得特别有感觉？那反而这种轻巧安全，大家就比较不 favor 哈，对，比较不喜欢。那其实从这个我们推拿疗效就可以一见端倪了哈。第一个就是它推拿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我们有研究过，它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，第二个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淋巴的循环，那第三个可以调和气血，那第四个可以促进软组织的修复，那第五个能够提高代谢。所以调节神经的部分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？好的，这个有从西医的这个神经哈电生理反应哦，他有研究过，我们只要用比较轻巧的手法的时候，它可以兴奋局部那个区域的神经，会让我们那边的神经的组织液循环比较好哦。那当下就可以达到通则不痛的作用。相反的，你用强刺激，而且是快频率的，就刚才提到一定要痛啊，要强，那它的作
用什么呢？它就是借由这种酸麻胀痛的强刺激，把你原本的疼痛给它感觉到是很像好了，嗯，事实上只是欺骗你的大脑，对，哦，事实上对，转移了，所以转移了，你会发现你做完了之后，请问过几天之后还是痛。还是会痛嘛？对，嗯，对。哦，那你原本的痛，又本来的痛没有好，又多了个比较痛的，掩饰我原来的痛。等到这个比较痛的好了以后，我的痛还在一样。对对对，阿姐讲的很正确，就是我们的大脑只会 sensor 最痛的地方。所以你就会把它疼痛转移。你以为你这个病灶好了，其实你另外一个，你只是感觉退钱退钱，没有好啊。其实也很简单，比如说我们被打到就哦呼呼哎，那个就是一种神经传导，你就会让。自己感觉疼痛稍微消失，这个就是轻所谓的轻按摩的状况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尤其这种急，就是说你重压的时候会造成急性的筋膜炎。嗯，哦，那事实上就是等于有两个疾病又产生了。对，哎呦，好，所以一般调节神经的部分，它的按压力道应该是怎么样是正常的啊？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有的手法都是两句话，就是由轻至重。由浅至深，由轻至重，由浅至深。对，然后由内至外，哦，应该三句话，哦，由轻至重，就是慢慢加深力道，哦，然后一开始都是放松手法，由轻至重，由浅至深，由内至外，哦，绝对它都是一种渐进式。那种哇哇叫的那一种，其实不一定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大部分都错的，大部分都错。对，因为对你的筋膜啊、神经，发现呢，你在这种轻柔的手法刺激的时候，你局部的微循环会改善，对，所以你那些属于发炎物质会代谢掉。那你用强刺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当下感觉很像原来痛比较好一点，结果发现会怎么样？你会发现你的呼吸、心跳会加快，口干舌燥，唾液会分泌增多，你都是属于一种兴奋状态，因为强刺激的时候会兴奋我们大脑皮质。哦，对你发现你强刺激之后，你隔天会觉得更容易累，想睡觉，所以要想睡觉，因为当下好睡觉，对，好你当下等于是跟他跟这外界的压力完了，对，所以你过两天就很虚脱，所以我是等于是打了一场仗，对，所以才去睡觉，对，不是他帮我整个放松了去睡觉，对，这人家都有研究过的，是哈，阿姐，那第二个不错吧？你白买券了，我冰雪聪明吧？我们造就人家的那个蓬勃发展的生意，真的啊，让台湾的内需。来更加的蓬勃，120亿的市场。对，好，那第一个是调节神经是推拿的疗效，那第二个疗效是说它可以促进血液的淋巴循环。对，因为现在坊间很多人说我们可以做淋巴排毒。对，啊，尤其是美容院，好有噱头哦。对，那这又是假假。对，这淋巴角真的以解剖西医的解剖学，它就是在我们皮下一点点，很多淋巴结啊、颈部啊、腋下，我们属西部很多淋巴结，它应该都有吧？对，那淋巴排毒，其实我们正常人知道，你作息正常吧，就是淋巴排毒。那它强调就是从你的远心端往近心端去按摩，那事实上那就跟多运动、多泡澡、多作息正常是一样的意思啊。我们讲到，假如说是按摩的话，当然就是我们强调，就是说，一般来说，你也不要超过半小时以上。有时候被做两。